为了感谢长期以来伫个中青时段有付出的志工朋友，云林县政府特别趁着将要来到的春节，赠送全县的时段的志工以及用餐的长辈一人一粒的木瓜干，为因增加好运甲喜气。当日要配合举行东明社区中青时段的结拜典礼，目前总共服务大约51位的长辈，希望未来会当达到一个村里有一个中青时段的目标来努力。代表喜气的木瓜干，由馆长团队先一粒一粒送予在场的长辈，为因来增添喜气。为了感谢长期以来伫中青时段付出的志工朋友，云林县政府即摆总共送出13000粒的木瓜干，来予全县时段的志工以及用餐的长辈，提前庆祝新年。新年快乐！真好啊！照感恩阁送六包俾阮食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呀！都摕到什么？摕到木瓜干。啊，有摕到蛋糕。有啊，蛋糕有啊。拢有啦，吼。啊，感觉安那？感觉真好啊。除了送木瓜的行动，同时也配合举行东明社区中青时段的结拜典礼。自9月开始试办的时段，目前总共服务51位的长辈。馆长陈立先表示，希望透过时段的实力，会当有时段多多出门，延缓湿地和老化。那我想，长青食堂呢，这个平台最重要。我们建立了以后，我们也希望加入热龄中心，还有关怀据点，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延缓老化，那减缓失智，然后那能够让他们终身学习。那最重要，我们云林县到目前为止，我接任的时候，全县大概有66个长青食堂，那现在已经到150个长青食堂。在东平里中青食堂结拜营运了后，斗南镇内总共有5个中青食堂，造福大约700位的长者。针对一寡较无法度照顾到的长辈，斗南镇长沈惠芬表示，后续将会配合县政府打造中央厨房，照顾更加侪的长者。张县长吼，嘛一直鼓励吼，来要来咱做一个迄个中央厨房吼，全镇的中央厨房的示范镇。啊，阮即摆目前一定努力。一年外，吼，啊，目前就是等候经费到位，吼，啊，阮马上会启动，啊，来做全镇的中央厨房，啊，逐日的这个时段拢会使食到一顿烧烫烫的午餐。在年节进前，除了有温暖的送木瓜行动来关怀这寡志工和长辈，也期望透过适当的实力，打造一个平台，让时代去休闲，未来更会朝向一串里一点青时段的目标来努力。记者邓启华采访报道。